大林国中是校长率领吗？好，校长带领的同学们，接受大家热情掌声欢迎。大林国中的管乐队成立于1992年，在学校老师、校长还有家长的大力支持之下，同时今天呢是我们的欧校长特别的率领着我们的老师团队，愉快的来进行今天的采接活动。目前大林国中在我们的管乐队成员呢，是由2年级的管乐队以及5到10岁的学生所组成的。目前在挥舞着旗帜的，应该就是我们5到10岁的同学。大林国中管乐队目前一步一步的朝向我们前方，也希望借由学生们平常对管乐的一个培养，展现对于艺术、对于音乐的体会。所以呢，沿路都可以看得到这38支队伍他们精湛的采接风采。的服装以及他们雄壮的乐音，真的很令人动容。
好的，那边今天呢，我们有38支的队伍，根据呢刚刚呢我们的前导部队已经有回报了，我们的第一支的队伍呢已经抵达了我们的嘉义市综合体育场了，所以呢我们陆续的这38支队伍也都会沿路的采街行进，也欢迎大家可以一起给他们热情的掌声。当然在今天呢是我们2015嘉义市国际管乐节，为期有15天，欢迎大家一块来参与之外，不免要大会报告一下啊，如果想要在这15天当中来分享了解并且感受这些优秀的国内外的团队他们精彩的演出，现场有在卖票哦，我们的售票点哦，刚好现在呢我们的服务据点有3个地方，包括了服务台，在市政府前面的服务台有售票，那么另外呢在彰化银行前面呢也有售票点，在前面靠近我们的圆环这边的台湾银行服务台这边也有售票点，要抢票的要赶快抢票啊。谢谢。